25日，平日车流量非常大的基辅环城路，现在可以看到车流量非常的少，只有少量的汽车。25日出城的车流从市中心向西出城，一直排了几十公里长。地下过街通道里都是在躲避空袭的人群，加油站都排起了长队。今天只有少数的加油站能加到油，而且油价也涨得很高，加油限制每台车最多20升。25日中午，基辅超市里头食品供应充足，什么都有，但是购买的人已经很少了，大部分人都已经买完了。